打字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我要干一件大事儿，我准备。干一件大事就是把你们摔了。哎呀！等等我，我要干一件大事。是。你这之前不是这样？呀。晚上好啊，大家。嗯，不错吧？呜呜呜呜！救命！可能还会有第四次，但是我是想把你们立在这中间的，反正我好像立不住，谁懂？我立不住，我累了。我今天是 cosplay 好吧，谢拉拉的，我是毛利慧，对，我是毛利慧。这个手指真不好弹钢琴。我这个没有镜片，能看得到这个镜片，就看你聪不聪明了。大家有没有安全到家呀？有没有回家呀？大家在干嘛呢？我刚刚点了一个外卖，准备吃。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也没有好久不见。哦。接下来，这不快就睡着了？嗯。哦，这不是马上开了吗？我这不一回来就马上开了吗？今天是钢琴专场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弹。介绍给我们感这你这感觉像我好久没看你公演一样。好无聊啊。去排下午。
不太好吧？他的头是发型，头是这么刮，这个头发很花吗？咱们就是说是一个可刮可花的状态，好吧？你觉得我长得可爱，那我就是花；你觉得我长得帅，那我就是刮，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哦，我是。我这是 player， 我这 piano player， 我是键盘手。你们要是骂我，我就骂我。是谁骂我？我是个键盘侠。是谁骂我？我累了。嗯，就是只要你们身体健康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我就很开心。大家都睡觉了，可是我累了。键盘侠废指甲，不要了，反正这指甲我也不要了。我想明天就去卸掉，虽然他一进来一张大脸。但是你在想，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辛苦了自己，但是我们造福了大家，我们拯救了无数。叫你不刚开始就进来，我就是故意的，用一张大脸吓死你。加油！嗯，但是这个指甲是我做的质量最好的，以前一般做的时候它都会旁边就起翘，我就会把它扒拉掉，但是呢这次就是没有严丝合缝。扒拉掉它，所以说我就好难受。王秋无，别叫我王秋无。刚洗完澡。臭宝，你做我的臭宝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洗澡啊？为什么？维克莱，维克莱要洗澡，为什么？你们要是生病了，我绝对第一个生气。所以我还是希望质量差点。就是质量不要太好，好吧？质量太好，我跟你说，质量太差，我还有理由可以换指甲，我还可以换款式。质量太好，我都丑，我都不能换款式，因为我觉得很浪费钱。你喜欢不喜欢怎么说的？我喜欢暂时今天当臭宝，明天当香宝的宝贝们。你不行，叫我王秋无。我不叫王秋无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叫王秋无，王秋是我的艺名，你知道吗？王秋是我的艺名，我的真名叫做王大胆。可惜我的外卖还没到。但是你们要去睡觉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不能因为我唱歌你们就睡一会儿熬着不舒服的熬着。或者你可以现在把手机放在我点了面，然后躺着，
什么天选天秤座，我也不清楚。改个公告吧。四四四九四不驴，主播在睡觉哦。好，改完就能睡觉了。有一首歌特别好听，哪首歌？这首歌。哦，山歌。一头躺在钢琴上，毛利会要睡觉了。哎，你看星星。只要我不发疯，我就是安静的高冷女。我最近都没有怎么发过疯，对吧？就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大状态。啥不发疯？我没有发疯，我最近就是一直很端庄，一直很端庄。Hello， 我就是有预感。我有好好控制住自己的病情。我有预感有新宝贝来了，那不是得起来播了吗？冷漠的人，哇，还没嗨吧？我在梦游。哇哦，谢谢电子的皇冠，哇，戴一下。谢谢电子的皇冠，谢谢电子的皇冠。你要听啥歌吗？现在我下一次发疯不会发疯，我已经真的有点快，怎么办？走上一条光明正大，就是这东西，听音乐。我只好想着说，可不可以那种游戏主播，游戏直播？但是游戏主播的话，就是他们对吧？可以吗？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开个小镜头的。我会玩啥？王者荣耀啊！谁不会玩王者荣耀啊？还能看到我的手。我是想说，我是想说，就是那种录屏直播。一般玩游戏不应该都是录屏直播嘛，对吧？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我刚补档了一下我出道的视频，咱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我妆容没怎么改变，但是我就是变了，对吧？有变化，对吧？仔细观察我，我这个人冷静了，我这个人冷静，但我觉得我没变啊，我啥也没变，说真的，我就是以前甜美，我现在不甜美。我还是甜妹，好吧。被发现了，但是炒粉真的很，炒粉我的脑袋都要炸了。真的就是，王秋如那个励志吃锅吃完我们剧场和中心附近所有炒粉。我已经吃完差不多。什么？要？我只要就是问他吃什么，他说我点了碗炒粉。从新疆炒粉吃到江西炒粉，从江西炒粉吃到那个什么沙县炒粉。哦天哪，他还能告诉你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。哇，谢谢不二，叫我小布就行。谢谢小布的叶蝶，我给你截个图。小布叶蝶，我是可以给你画一个 ID， 有没有喜欢的颜色呀？有没有喜欢的颜色呀？等我空下来给你画呀。是有没有啊？
喜欢的颜色呀，然后有没有喜欢的小小图案什么的。睡觉了，小空。好，我猜你肯定不是要睡觉，我猜你。工作，然后学习，然后呢，好好的就是管理。好，蓝色。小布，那你有没有喜欢的图案啊？比如说那种，小猫咪，或者哆啦 A 梦，或者蓝色的什么？还是让我自己设计？你觉得呢？今天这身有自拍吗？有，拍两张照片，但我觉得不太好看哎。截图吧，耶、yeah ！爱你们，不太好看，我觉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一直就，我今天一定要克制住自己，不许吃米粉。是拿大米做的，对吧？要不然怎么叫米粉呢？拿大米做，那就等于我每天都吃大米，大米最胖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帮忙设计一个。好、哦、OK， 没问题，小布。那你过段时间，三月中吧，三月中旬就把大家的头像给发出来。嘿嘿。记得关注房间的图片哦。Raisin， Hi Raisin。荞麦面你们吃过吗？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吃的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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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美女化妆在我 room， 但是虚度 fit bad moon， 没时间提前休息 yeah， give me chance and know me yeah， 十分钟让我抽你 yeah， 一个大嘴巴子让我给你买礼物。这个月话接满了吗？让我想想啊，ID 接满了吧，头像还没有接满 ，ID 有，对 ，ID 接满了。向你学习，不能再吃米粉了，我从明天开始。我要把我的主食换成荞麦面，不能再吃米粉。头像已经有了，我知道你有了呀。离开我的生活。ID 接了小航航，接了小布，接了。这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很正常吗 ？Story， 他还要 ID 吗？如果他还要，我再给他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还差一个。他一个 ID 名额，你想要吗？你想让我写你爷爷吗？龙吸水。直接吓跑了，谢谢。不用谢哦，下次我还会吓你哦。我要模仿一下王秋露今天。今天他哎，秋露，干啥？你的那句分词怎么唱来着？哪句啊？那个、Sweet Trap。Sweet Trap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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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一步一步。翻板了两下我的。什么活动？什么活动没有啊？就是夜蝶活动呀，夜蝶是可以画头像。我本来跳舞就是，我今天看王秋如，我吓懵了，我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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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甩甩他的外套，太搞笑了。总比你个大板砖强。大板砖，我大板砖怎么了？我是钢铁。钢铁。我是一个钢铁板儿，挺好。铁板，这首歌很容易就能跳油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就是张明稍微在吃海底捞了。哇，我本来想打算去吃海底捞的，但是我点了外卖。潮汕味，我没去。spy 有一拼，和 spy 有拼。我的 spy， 我这辈子摸摸我的耳朵。摸摸。不明白怎么就油了？那
他们就是笑我，就是说我油腻啊，比如说，可能觉得就是我不够清爽，就是可能就是动作做的太大，幸福太齁的，就太齁了。提前预定下来。你要是送的话当然可以啦，我可以给你提前。小鹿又玩手机啊，小鹿玩手机不看我直播，他故意的吧。哇，真的是写泡泡小可爱还是 Reason 呢？告诉我你要不要发个翻牌跟我说呢？我是彩妆啊，新的彩妆就是因为我化妆叶蝶，然后呢啦啦 Hello Story 粉色，我可以啊，粉色就是我一个太擅长创作的一个元素，漂亮一个颜色。娘挺，上次蓝色这次粉色，自古粉蓝出 CP， 没问题。错。下河县杀人事件啊，又画了一个，从这个开始画，画到了这个红蓝才 CP。 我真的就是一整个大无语事件，我明天不是休息吗？我要把他们全弄掉，我从明天开始都剪了，对，都剪了，一个都不要留了，对，全部剪掉，全部就是剪到皮。出血了，出血了！大家，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。西装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平常也会穿西装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今天就对我。能嫁给我？嫁吧，把手给我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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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戒指，戒指在这儿了。我现在安静了，照顾得过来吗？晚安，小布，晚安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晚安。还没成年，救命啊！必须的。弹这首歌会吗？瞎谈。哦，谢谢抱抱的叶蝶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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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满了，三月份接满了，接满了，好了，谢谢抱抱的叶蝶。谢谢哈哈哈的玫瑰花。悄悄的我们相遇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。看满了。接满了。他昨天骗我说他是98年的，还把我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其实我是98年的，我改年龄了。我当时一看他这个脸，我就说。哈哈，挺像的。你真的是98？我95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98？我属猪，我95的。
只是我想要考一个更好的大学，懂吗？我这是刻苦，我这是厉害，我这是爱学习，你不懂吧？你不懂，你就是不爱我。我在考虑要不要发抖音，在考虑中，你们想看吗？发呀，我给你们看。然后我不是做了个新企划嘛，就是我们不是一直觉得我有点胖嘛，然后我就做了个新企划，就是以后每周末都会更新一个就是运动的视频，然后就是我跟别人学的也好，就是我自己的平常私活，咱们就是说以后也不管是跳绳也好，是跑步也好，然后也是健身也好，或者怎么都会记录视频，然后反正是每周末打卡。分享点腹练腹肌的，行，我去练个腹肌，好吧。我不胖，但是我有就是多余的肉。今天微博的照片好帅，谢谢。我发现你们，我今天看了一下，我发现我今天我明明也没怎么露脸吧，明明就只有一张脸的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么多，原来大家都爱看这个。黑白照片，服了。其实我也能问的，就是今天不是要当牛郎吗？啊，不对，嘟嘟活学活。哦，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是要当今天我。我们 Dream is Power 的时候，就是当时他们说不换衣服了，穿这个牛郎的衣服跳 Dream is Power， 我当时就在想，难道我们就要这么跳吗？我是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怪有意义的，好像我们当时在后台当时说，那我们就这么跳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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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不，我是毛利慧，我是毛利慧。谢谢小羊哥哥的荧光棒。我当时就在想 Dream is Power 竟然要穿这个跳，哇，累了，先放吧。被伯乐出了火堵路，羡慕，就是一个大羡慕。我想去吃海底捞，想去吃海底捞。你让我念99遍玫瑰花吗？就是完全就是听您的意见。播到。播到什么时候嘞？要念吗？
行，你要不说我就想念，我很叛逆的。谢谢姐姐抽我的巧克力。不行，我要念。姐姐抽你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姐姐砍你倒是可以，不服就来砍我。安心，一个未成年，什么 ID？ 这才三十个。什么？他什么 ID 啊？安心，什么安心？姐姐抽我，能不能一起打？一定要姐姐抽我和叫安心要分开打是吧？能让我抽你是吧？我抽你，咱们就是一个毛利会的状态，咱们就是一个空跆拳道空手道揍你。没关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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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卖电话竟然打扰我直播。你们介意跟我一起吗？介意吗？外卖终于到了。我请客吗？我不能就是随便答应你们，因为我这个人吧，就是言出必行。快去吃吧。就是、你给我答应你，我就要做到啊、嗯。等我不干了那天。我等一下去拿吃播怎么样？你们想看吃播吗？我现在饭下午又是饭，我又要过不过期啊？好像2月27还过没过？只是什么？好问题啊！不干了，我还有钱。啊，但是好像我干了才会赚钱吧。朱老师你好。Hello 老林你好，我再等一下吧，怕犯罪。我感觉自己孩子都成年了啊。不会吧，没有吧，我也都十几年，十二年。老师看起来挺有魅力，那我教你一道数学题怎么样？一加一等于几？一加一等于几？大家回答我的问题。等我30岁以后去你。No no no。他不看我的。一加一等于。爱你一辈子。我不管一加一等于几，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爱你一辈子。但我真的觉得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吃宵夜了没？没有没有，还没有。嗯，或者再老一点，我等我。拜拜，传图去了，好。下班图有好看的吗？下班图有没有好看的呀？什么？220×0.5等于十。你说的啊？我反思呀。210×1100得五吗？养老院看看我，嗯，来面对，给我整懵了，给我懵了。有机会，对啊，我们等我们老。等于251×1213，251×1135。二五一十
二五十一一，累了。你们所有人，你们看我直播的所有人，你们都能活到一百岁，相信我，一定能活到一百岁。完了，我二十二乘以五，我不会了。一百一啊！啊，对啊，那是是一百一啊，一百一，对啊。幺二零。谁的轮椅滑的快？说真的，我不信。幺二零才不是什么五呢。够，你想活多大？你想活200岁、150岁、100岁不够，哎，对。哎，你说等我们老感叹号是承接的意思，你有发感叹号吗？我就看到了一个长生不老，就是可以，就是让我们一直活下去，活到我们想阶层。就我这智商去考大学，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承接是什么玩意儿，我没有感觉了，我不存在了，就是阶层我学过，我就是讲话的这种东西了吧，我就是不不不不不不，阶层我应该是学过，应该是高一的内容，高二的内容，阶层嗯，没有了，对，阶层是高二的内容，对对对，其实挺吓人的，就是有点 forget the这个知识点，知道吧？刚学到，教教我呗，教教我阶层。我上学呢，我读书，这样老师也不用教我了，直接你们教我吧。我来吧，我做笔记。阶层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想。来，阶层是什么意思？快点。这个意思，就是和法律的。哎呀，我知道这玩意儿了。做好事儿，我们做好事儿，就是我们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。说的想做的啊，我知道这个意思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就是有点忘记，有点 forget 的知识点，但是呢我想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 n 乘以 n 减一，呀呀呀呀，乘以 n 减二，哦，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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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进去，你想干啥？你想起诉他？想起诉谁？你喜欢我，我知道。要去揍老爷了，可以。五的阶乘就等于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二乘以一。先乘除后加减，但是他后面有。来，再给我出道题，让我考一下这个知识点。谁给我出一道阶乘的知识点？我记到了，阶乘还要背的，阶乘是要背的，就是有些五的阶乘是120啊，四的阶乘是多少多少，是要背的。我小时候好像背过，前段时间吧，有点忘了，但是现在满脑子只有幻境，只有破碎，只有 sweet trap。谢谢，哈哈哈，这一元棒，一元棒的那边。哎呀，可以呀，居然都知道这首歌叫啥，厉害。是不是会再见？其实叶总挺好的，就是他就是还会像爸爸一样的嘛，还会跟陈晨说，哎，你这个裙子太短了呀，不能这么穿的呀，你这么穿这是不好的呀，你把这个裙子啊往下拽一拽，就这样子，其实挺好的。然后呢还会说什么，哎呀，你们不要感冒了，最近多穿一点啊，因为上海这个天气啊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啊，你看你们就穿个短裤啊，你们感冒二十，二十。这道题我会二十，对不对？在边上用烟熏我，物理，我不学理，我学文。我决定了，我学文科，我不学理科。物理化学真的太难了，虽然我之前很觉得它很简单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它太难了。虽然地理和那个什么更难。在我活着的这
七选三吗？不是七选三啊，当然不是七选三啊，是好多十选多少来着？十选一二三四五，十选五。物理不会太难呀，物理是不难，化学难，化学比较难。化学这辈子我都不会做它。商业剧。物理是还可以，但是化学真的很难了。化学什么 CO2 等于什么什么等于什么 C2 加什么什么 O2 什么 HO2 等于什么什么啊，这辈子都不会背出来的这个什么钾镁钾镁什么什么铝皮棚。听到没有，不要背，还要背。哦，好久没背这玩意儿了。最近一直在学数学和英语。但是我这怎么办呢？之后还得学这么多门课。你给我唱。氢氦锂铍硼，对，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什么硫。硫氯亚钾钙，硫氯亚钾钙，对对对对，来出题吧，来吧。虽然我已经这个巴掌已经在这儿了，就啪啪打脸哈。来吧，氢氦铝铍硼，碳氮氧氟氖，怎么这么多的？来吧，出题。打脸。预备打 ，Come on come on！ 你要再不打，你要再不出题，我可是要溜去吃外卖了哦！听到我背错了，啊，我还没背呢，我要现在。让你们好好的，你们哎。停吧，我去吃饭了。我讨厌烟。那我先。绿化隔离带两侧景观不同的，不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请问这个是语文题还是地理题啊？这是什么题啊？景观不同原因是什么？一边是城市规划，地理题为什么？因为一边是沙漠，一边是热带雨林。因为一边是热带雨林气候，一边是。哦，一边是盆地，一边是平原，懂了吧？懂不懂？别听别听，我瞎想的，拜拜。啊，怎么的？恭喜下学期重修，行政管辖不同。我要学叶总讲话了。你这样是不对的啊！你这样是不可以的。这和弟弟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也觉得。好了，我去吃东西了。待会儿如果结束的早，说不定还能播哈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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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